这是修补工件的效果。这是一个铸钢剪。冷焊机来焊接铁板，钨针需要对准焊点需要形成的地方，后一个焊点总是压前一个焊点的尾部，均匀的移动就可以形成比较均匀的鱼鳞纹。如果某一个焊点没有点住，没有形成焊点，可以回到焊点形成的位置再补一枪。你学会了吗？看一下焊点银白色，如果有缝隙的情况，我们需要添加焊丝来焊。钨针对准焊丝的延长部位，千万不要在焊丝的正上方去点哦，焊出来一样是鱼鳞状的。如果有洞的情况，也可以加焊丝去补焊，通过钨极释放的热量融化焊丝，达到修补的目的。修补的时候，像这种有磨损的缺陷可以加点焊丝，这样补上一下，用于那种砂眼或者说裂纹裂缝都可以修补。这是铜和钢焊接在一起，熔焊丝的时候，钨针放到焊丝前方，形成焊点之后往下走，钨针不能放到焊丝上方，如果说放到焊丝上方，它焊丝融化不均匀，这样就是不行的。这是加焊丝修补，把这些空隙给它补起来。如果说加焊丝焊不住的话，可以加点焊丝填充一下。有凹槽的话，可以加焊丝。加焊丝填补起来，这个是填补之后的效果，焊完后就是平整的焊道。焊的时候要把第一个焊点焊住，第一个焊点很重要，形成之后然后再往下走，重点是掌握好钨针和焊缝的距离。熔焊丝的时候，钨针要放到焊丝前方，形成焊点之后然后才能往下走，钨针不能放到焊丝上方，放到焊丝上方焊丝起球融化不了，这样就是不对的。